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环球直击。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港人担忧中共利用国歌法限制言论自由，将继续抗争；上海迎来暴雷，投资人维权无果跳楼自杀；英国网络安全审查或将终结华为参与 5G 网络；英国内阁官员辞职，德国松绑入境限制。在中共强推国安法之际，香港立法会周三将对国歌法进行二读。许多香港民众担心中共会利用该法案进一步缩紧言论自由。有民众呼吁周二晚包围立法会抗争，还有网民发起527大三罢。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后，部分在中国实施的全国性法律被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政府公布实施或立法实施，其中就包括国歌法。周三香港立法会将进行国歌法二读，并在6月4号三读表决。根据国歌条例草案，这项法案禁止任何人公开及故意以任何方式侮辱国歌，或是意图侮辱国歌，而故意发布经篡改的国歌歌词或曲谱，或以歪曲贬损的方式奏唱国歌，如果违反，最高可处第五级罚款50,000元港币及监禁3年。不过由于法案内容模糊，无法确切知道怎么样的行为是侮辱国歌，香港人民担忧中共将借此进一步限缩香港的言论自由。That is the exact fear that this law will give more ammo to the pro-establishment government to punish protesters, to arrest people, to put people in jail, that this will further curtail freedom of speech in a city where freedoms and rights have been eroding since the handover in 1997. 为了抗议国歌法，有网民发起要在今天彻夜包围立法会。不过目前香港警方已经在立法会所在的金钟一带加强布防，除了有防暴警察3公尺高的铁栏，还有水马阵。香港媒体报道，27号中午将会封锁立法会旁的龙河道一带，部署3000名的防暴警察。也有网民号召当天再次发起罢课、罢工、罢市、527大三罢抗争行动。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启林综合报道。近期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或将引发香港难民潮，学者呼吁台湾政府应该提前部署，携手民间力量组成人权国家队，在港人还没有取得工作证的阶段提供妥善的收容制度。中午用餐时间，民众在餐厅外等候进场。这家名为保护伞的餐厅协助在台湾寻求庇护的香港抗争者维持生计。店面墙上是巨型抗争插画，大大小小各式文宣布置，充满反送中元素，写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的门帘就挂在店内醒目位置。餐厅内座无虚席，台港民众踊跃光顾，表达对香港抗争者的支持。当然很勇敢啊，很勇敢啊，他喜欢抓你就抓你了嘛，共产党不讲理由的。很佩服香港年轻人这个意志力跟智慧，我们这把年纪了，可以看到他们这么坚持，实在是很佩服他们。中共破坏成这样，想说来给他们，对啊，就是现在也没有办法去香港支持他们嘛，就是他们有香港人在那边开店，就有空就来支持他们一下这样。近期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过去为了香港民主自由站上街头的市民将面临秋后算账的危险，可能造成大量香港市民沦为政治难民，需要寻求政治庇护。在台港人也呼吁蔡政府给予具体协助。只有民主都是香港人需要的，希望台湾政府能够协助。工作能力我相信是有的，但是要有一个可能一个空一个机会给他们才可以发挥得到。只有针对香港有政治庇护制度啊，我们是一个短期的这个避难制度，在他呢正式取得台湾身份之间啊，这个过渡阶段呢没有台湾的这个身份啊，他是没有工作权，所以他怎么生存呢？他的生存权需要保障啊。对香港人的政治庇护制度呢，他就必须搭配一个收容制度。蔡总统日前表态，会积极完善相关救援工作，提供香港人民必要协助。也有国安高层透露，近期将宣布具体协助措施。学者呼吁政府组成人权国家队，善用民间力量，将流亡港人生活照护制度化。新唐人亚太电视高教员张云婷台湾台北采访报道。引发国际争议的港版国安法条文包括要求港府展开国家安全推广教育，但中共早已经从各方面展开了对香港的洗脑教育。近日，
湖南省教育厅的一则通知曝光了中共的一个多年洗脑计划。通知写着，将选派当地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赴港澳担任为期一年的教学指导工作，条件是政治立场坚定，坚持一国两制方针，热爱国家，而且必须是中共党员。这条消息曝光后，湖南省教育厅的相关报道链接已经被封杀。根据公开资料，早在2005年，大陆就已经开始选派教育工作者到香港担任教学指导工作。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美国回应将考虑取消香港的特殊优惠地位，并且制裁中共。专家认为，制裁落实到相关人员，才能起到震慑作用。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周日警告，若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香港将丧失特殊关税地位，美国将会制裁中共。The real challenge is what are the tool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use in response to that? Because a lot of what is available, including what's available in the Hong Kong Policy Act, really punishes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hen you really want cost imposition.To hit the CCP and Beijing. 美国前助理防长薛瑞福日前表示，如果取消香港特殊关税地位，将会伤害港人和美国在港企业商业利益。如何有针对性的制裁中共，的确是美国政府内部讨论焦点。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立认为，去年美国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时，获得港人一致支持，以表明港人宁愿做出牺牲，也要遏制中共。对香港人来讲，他可能也会遭受一定的经济困难。但是香港人已经做了决定，他们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来遏制中国政府在香港继续对于自由进行蚕食，最后把香港变成另外一个上海。杨建立表示，美国还可依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针对性的制裁那些对侵犯香港人权负有责任的中共及香港官员。对于个人官员的这种惩罚，会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北京一意孤行下去的话，美国一定会在年前拿出一个惩罚名单。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上海银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自从2018年暴雷后，导致全国各地的投资人血本无归。投资人坚持维权，但不断遭到当局打压，至今没有结果。有消息传出，至少有两位受害老人因为无法承受打击跳楼自杀。根据资料显示，银来集团对外投资16家公司，全资控股7家，包括上海银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银来资产专注于资产管理、财富管理、投资银行和互联网金融。自2018年起，就有投资人说，他们在银来资产购买的理财产品出现逾期无法兑付的情况。有投资受害人表示，银来资产暴雷后，各地投资人维权频频遭到当局打压。江苏徐州银来公司业务员王燕说，银来资产投资者超过10000人，涉及款项超过30亿人民币。他把70多万元全部投进去了，还介绍了5名客户，如今钱拿不回来。父母在我家去闹，你去闹让我去要钱去，我也没办法，我父母身体也不行，我都80多了，这个钱要不回来就命都没有了。好多客户都说你钱不回来就命都没有了，嗯，一直写信写了很多很多信，那几天多了没有音儿。5月6号，王燕和上百名投资人到上海一处派出所高举标语并下跪，要求为投资人追讨损失，被警察暴力驱散。在江苏徐州做服装生意的李明说，他当初是因为看到银来公司老板蒲晓东跟中共领导人的照片，还有银来的工商证明、营业牌照、很多荣誉证书，所以他相信了，不仅自己投资了110万元，还介绍了4位朋友投资。我们那个维权局那边有几个客户，最高的有4000多万、2000多万、3000多万都有，包括我们矿大有个教授，还有一个1000多万。矿大是个重灾区吧，矿业大学教授退休的老职工，还有老党员，还有老干部。李明说，涉及的受害人来自不同的社会层面。他的朋友告诉他，盐城已有2位老人无法承受打击跳楼自杀。中共党媒3月17号称，银来公司私设小贷金服线上平台和银来财富线下门店，以承诺支付6%至13%不等的高额收益为诱饵，销售各类理财产品，非法集资。目前已有9名犯罪嫌疑人被捕。新唐人记者陈汉、李运、周天采访报道。
英国媒体周日报道，英国正在研究在美国对华为实施更多制裁后对英国网络的影响。有消息称，英国政府正在制定计划，寻求排除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英国卫报周日报道，一名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在美国宣布对华为进行更多制裁后，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正在研究这些制裁可能对英国网络造成的影响。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意味着英国几乎肯定会得出华为威胁国家安全的结论。美国5月15号宣布扩大对华为的禁令，要求所有使用美国技术或半导体产品的厂商向华为出口时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英国首相约翰逊1月份宣布允许华为参与英国 35% 的 5G 网络建设，但这一决定遭到党内议员反对。3月份38名保守党议员就一项修正案投票，反对华为参与英国 5G 建设，因其威胁国家安全，要求政府就华为完全退出英国网络给出期限。提出修正案的伊恩·史密斯爵士上周五发推文说，首相已经命令官员做出计划，使中国参与英国 5G 网络降低到零。中共病毒爆发期间，鲍里斯·约翰逊要降低华为在英国 5G 网络中的作用。周日，伊恩·史密斯在推文中引用媒体报道表示，中共掩盖中共病毒疫情，导致上千人死亡，我们怎么能在 5G 安全性上相信他们呢？此外，中近日威胁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也加剧了紧张局势。新唐记者毕新慈、田瑞综合报道。中共病毒肆虐给全球带来难以估量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加拿大联邦保守党领袖候选人、国会议员奥图尔呼吁必须认清中共，政府在与中共打交道时需要强调人权等问题。加拿大联邦保守党领袖候选人、国会议员奥图尔认为，这场空前的全球灾难与中共隐瞒疫情以及操控世卫有关。他说，世卫本应起到监管作用，却被中共绑架，很多国家对世卫组织失去信心。 That shows you we are living with the impacts of the WHO being captured by China. And I think we as a global body of nations, we need to push for reform at the UN, particularly the WHO. And we should also work with them 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coronavirus reform at the WHO. 面对各国的纠责，中共正在给批评人士戴上种族主义和反华的帽子。奥图尔表示，中共是想借此逃避责任，而加拿大人也要认清中共和中国人的分别。To make it harder for them to be criticized, rather than us just saying no, we want truth, we want accountability.奥图尔说，目前的自由党政府与中共打交道时过于强调经济利益。他认为加拿大不能对中共示弱，需要强调人权等原则。去年12月，他提出动议建立国会加中关系委员会，全面审视贸易、华为和孔子学院等问题。If we turn a total blind eye to actions of the communist regime,It's in many ways like we accept what they're doing. I think Canadians need to know that there are influence operations from Beijing going on in Canada now and have been for decades. There are influence operations in our own country that I think need to be called out and certainly need to be broken up or monitored. 新唐人加拿大记者站采访报道。英国内阁官员辞职，德国松绑入境限制。欢迎回来。周二，除中国大陆外，全球约561万人确诊中共病毒，近35万人丧生。日本解禁后，周二股市大涨。英国首相约翰逊的高级顾问违反居家令外出事件，导致苏格兰事务副大臣周二辞职。英国首相约翰逊高级顾问卡明斯封锁期间违反居家令外出，引发争议。卡明斯表示对自己的行为不后悔，也不会辞职。约翰逊力挺卡明斯，拒绝解雇他。周二，苏格兰事务副大臣道格拉斯·罗斯发推文宣布辞职。辞职信说，人们应遵守政府指南，不能向亲人告别，不能聚在一起哀悼，不能探望生病的亲属。我无法昧着良心告诉人们说他们都错了，而政府的一名高级顾问是对的。
约翰逊周二对罗斯的辞职感到遗憾，并宣布新一轮放宽封城措施，露天餐厅、酒吧等所有店铺可以在下个月中旬重新开业。西班牙复查各地区数据之后，将中共病毒死亡人数下修2000人，扣除重复计算及一些错误归类的病例，目前累计26834人丧生。西班牙宣布从周三开展为期10天的全国哀悼，这是该国史上最长的一次哀悼活动。德国周二出炉一项调查，消费者信心指数四月在触及最低水平后，目前略有改善，虽然仍处于负数，但已经从上个月的-23.1点上升4.2点。德国计划下个月中旬开始取消对31个欧洲国家的旅行警告，不过社交距离措施将延长到7月5号。日本宣布全面解除紧急事态后，东京股市日经指数周二大涨2.55%，收盘报21271点，市场对经济活动态度积极。新唐人记者李梅、易清综合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周一回应中共病毒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加剧时表示，病毒确实是从中国扩散到世界，期待北京当局做出负责任的回应。现在中国と米国との間でですね、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の発生源をめぐって相当激しく議論が行われています。日本の立場でありますが、こ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については中国から世界にこれは広がったというのは事実で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安倍表示，日本与美国有着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合作应对各种国际问题，国际社会期待北京当局做出负责任的回应，他期待中方能够这样做。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继续推卸责任。之前有分析认为，中国病毒疫情爆发后，习近平和安倍晋三一直没有通电话，中日关系有再次转冷的趋势。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道。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上周六表示，中资企业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在洛杉矶的一家猪肉加工厂出现大规模中共病毒群聚感染，截至目前已经有153名员工染疫。来看报道。上周六，位于洛杉矶富农市的农夫约翰猪肉加工厂被爆出新增116名员工感染中共肺炎。洛县当局指出，该加工厂每天屠宰上100只肉猪，共有1837名员工，其中已累计有153人染疫，是该县非居民区规模最大的一次疫情爆发。根据资料，农夫约翰品牌主要贩售香肠、火腿、培根、热狗等猪肉制品，其母公司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在2013年被中资集团万州国际以71亿美元收购。万州国际是中国最大型的肉类食品集团，旗下包括了双汇和史密斯菲尔德等品牌。事实上，此次爆发疫情的农夫约翰猪肉加工厂早在4月中旬就出现了疫情，其周围的9家其他品牌肉类工厂也出现了5到24人不等的被感染情况。目前该加工厂已经宣布采取测量体温、增加个人防护等措施来控制疫情蔓延。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澳门赌王何鸿燊香港病逝，终年98岁。被称为澳门赌王的何鸿燊，当地时间5月26号下午在香港养和医院病逝，终年98岁。5月26号，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家人对外宣布，何鸿燊在香港养和医院病逝，享年98岁。因为咧，何鸿燊嘅家属咧系怀住极沉痛嘅心情，喺呢一度咧系遗憾地要向大家咧去公布大家等咗12日啦，今日咧终于爸爸咧系喺刚才嘅1点钟喺香港养和医院咧安详离世。何鸿燊1921年在香港出生，祖籍广东，是香港商人何东爵士侄孙。1961年，何鸿燊与人合伙竞得澳门博彩专利权，成立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建立普京大酒店。旗下主要企业有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香港新豪国际集团、香港信德集团有限公司、澳门国际机场专营公司及澳门诚信银行等。澳门开放赌权前，
政府一半收入来自澳门娱乐业税款，因此何鸿燊被称为无冕澳都。据报，何鸿燊身价超过100亿美元。2010年起，何鸿燊健康不佳，将公司主权移交给家人时闹出财产风波，后将股权收回。据悉，目前何鸿燊遗产主要由女儿何超琼、四姨太梁安琪和儿子何永龙分别掌管。新唐人记者闫希综合报道。下面请看本期的环球财经简讯。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科预测，未来两个月全球石油供需将达到平衡。目前全球原油市场每天供应量超过700至1200万桶，但随着各国逐渐解除封锁，消费需求将增加，6至7月将达到平衡。新加坡周二推出第四套纾困计划，总金额达330亿新币，协助员工保住工作机会，提升技能，创造新实习就业机会。新加坡受疫情打击严重，政府第三次下调 GDP 预期，萎缩4%到7%。拉丁美洲最大航空公司南美航空26日申请破产。受疫情影响，南美航空上月缩减95%的营运，本月宣布裁员1000名员工，但仍不得不申请破产。南美航空表示，客运及货运航空不会立即受到破产影响。新唐人记者杰森综合报道。台湾三金影帝吴鹏凤病逝，生前关注香港反送中。台湾演员吴鹏凤曾获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台北电影节影帝以及金钟视帝，被封为三金影帝。周日，他因为脑中风不幸病逝，享年55岁。在茄子蛋乐团的 MV 中，吴鹏凤全是浪子形象 ，MV 点击率、观看次数已近1亿次。吴鹏凤从舞台剧发迹，出道近30年。演技精湛，跨足电视戏剧、电影，是荣获金钟、金马和台北电影节奖的三金影帝。身为公众人物的吴鹏凤十分关注社会议题，常在脸书分享香港反送中运动最新发展。近期他也相当关心高雄市罢免韩国瑜近况，他还经常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对台湾社会政治议题的看法。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以上就是本期的新唐人环球直击，感谢您的收看，再会。